我们家胖胖回来喽。鸽子呗。我怎么在这里？好，你不知道？世贤说去找他同学玩，这家伙也跟着去了。我半路接回来的。啊。世贤呢？我这是你哪里？世贤。找同学去玩去了。又找女同学去了是吧？男同学。在广场上。人家这么大了，有自己的朋友圈。我知道啊，藏什么东西啊？你把什么好东西藏住了？看这个人，早晚给你翻出来，把裤衩都脱了给你翻出来。老二借的那个。阿荣。能不能我一个带空袋子？你去哪了？蛋，你看这个地方被你小王都造的，你看。我要去把皮皮的笼子拿回来，大笼子拿回来。你还知道啊？我把皮皮关那么小笼子。天冷了，要给他换大的了。没时间。你要忙哦。这个什么？这么晚说哎，我都饿死了。又吃萝卜青菜。你家吗？萝卜青菜够用说哎。你在公园，你在公园，我五块五块我就给五。弄六家。我啥子？公斤六家。你不弄钱，不弄我就外面抢。妈一铲子扇过去。我给你烧火，妈妈。妈妈，我给你烧火。哎，妈妈，你都没火了，妈妈。怎么那么逗逼嘞？逗逼才好，你知道吗？逗逼的男人，人人爱。逗逼欢乐多是吧？萌萌，你又在这搞车子，没下闲我家这货。现在我妈又要给人家弄肉。好吗？给妈带去，帮我做饭，把做肉给你吃，做肉特别好吃。我吃火汤。火汤。你去广场干嘛？我想给哥哥玩。好，等一下，现在自己上手。两锅。这我妈炖了汤，她又非要吃这种炒的肉。你老公啥时候会吃炖的东西？我妈炖了汤，排骨汤。这个是妈自己种的，自己晒辣椒，只有甜味，没有辣味，微辣的。那比市场辣椒好吃千倍万倍，吃是真的，但是吃多了也会辣。反正你不吃肉，我就跟你吃。原来是打着这个主意啊！下周有时间，我要把老妈的鸭子杀一只。哎呀，好久没吃鸭子。爷爷不看看你又多胖了，还吃肉。萝卜青菜，你就顿顿你这样造，你绝对能收回你十年前，你信吗？我们家未来的大厨，加油干！以后的一日三餐就交给你了哈。我换老婆，对呀。我换会做饭了，不是。看我这个，你胆子不小你哈！你摔跤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谁呀？哎，这个车已经坏了，别造了。哦，你不怕吗？不要，完了，很危险。看着蛮香的。开玩笑，我说你没听妈夸我。怎么夸了？说我炒狗米都香的。哈哈哈哈。妈都笑了，这妈都不想说了，直接笑。那你夸我这句话。我没饿，肚子太香。嗯，要给你不做饭了，我先做给你吃。给你做饭，妈要饿死了都。啊，回来了，这个脸怎么抹得这么黑呀、啊？跟谁玩去了？对象。啊，没跟女孩子玩。没有啊。他跟了舅，不在家，他去他奶奶家了。哦，没在家呀。哎呀，好香哎。大厨，大厨是不细动手就会吃。这理由找的可真好，动起手来就不得了了的。哎呀，是吗？猪苗苗开饭喽！不吃萝卜白菜。啊。哪咽得下去？你要干嘛？你把汤都给皮皮吃。告诉妈。妈会弄死你！我告诉你哈。
你闻到了是吧？就在这等着。不急了。这两个人。广大朋友知道都知道我做饭，想当年我也是一个知名美食主播，好吧？是吗？你已经看到五分钟了哈，我们直接往学校这看，那自己关。一百块呢？一百块呀。咱爸回去，就这样，啊。